国队在历届奥运会拿下了17面的奥运奖牌，而且绝大多数这是泰国的总理也叫沙马，他们本身的民族的运动泰拳有非常大的关系。耶、yeah ，选手也是有备而来。谢谢啊，这样子是，有没有啊？你们国内的。不过大家可能很希望看到。